欢迎入住私人海云酒店。我们就住在那儿，这里的天和海好蓝。所以你就放下一切，好好享受这大好风景。靠，请你情绪高涨点儿。面无表情的时候，80%的概率就是内心已经欺诈。奶茶和海是会让他开心起飞的事物，虽然他很怕水，虽然他总是很冷漠，但是我仿佛更加的了解他了。就像他所说，蝴蝶哥哥是有可能还活着的。既然都已经到了海边，那就先享受这里的一切吧。肥狼，你们组织真的不靠谱，没办成事儿还抢了跑车，您叫我怎么向上头汇报呢？这次事情真是不好意思，不过派出的杀手确实是做事最迅速的一位。枪法确实不错，不过任务还是失败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对待这么美貌的我竟然一点不绅士，还偷车。你们 P 社能不能换个人来跟任务？偷车？我们的杀手不会干这样的事情的。我搜索了一下，这辆跑车已经在你们组织所掌管的地盘内了，也就是做任务用了一天，用偷这个字不好吧。那家伙什么时候还回来的？还有，我们 P 社一向都是一个任务派一位杀手跟到底，我们的杀手一周后就会返回鸟舰继续跟进，祝你们到时合作顺利。第一次听说还要等乙方一周，真他妈的搞笑。欧月请了年假，他没告诉你吗？哎，我不知道。艾文医生在哪儿？啊，找他看病。今天找我们艾文医生的人可真多。这艾文医生请假休息了，要下周才会出诊。靠，跑得真快，我们走。小月月怎么会招惹上这帮人？月月她到底去哪儿了？这就是你说的，让我好好睡一觉的地方。哼，蓝天、海风、汽水，我身边，这么舒服的配置，还不能让你睡个好觉？可是我，恐高。至少现在这个家伙没空去想什么蝴蝶哥哥了。这儿很安全，喝点汽水吧。我倒是被你吓了一跳，大哥。这不安全。海风而已，倒是你这个姿势非常让人不适的。我不是故意的。不好意思，吓了你一跳。喝一口汽水放松下来。我抱着你，你还怕什么呢？没有了过敏，没有了害怕，看着周围的蓝色，竟然是一种安心的感觉，想好好的在他的怀里休息一下，忘掉一切烦恼。蓝天、海浪和温暖的怀抱，都是让人沦陷的温柔陷阱。曾经的交集，让我成为了两个我，一个我有心，另一个我无心。我把有心的我藏了起来，被迫用无心的我来面对你。这里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？不能跟其他人一样。一定没有我的更让人意想不到吧，像是怪物一般的存在。坤哥，我们派出了最精良的便衣队，获得消息后第一时间就赶到了鸟舰医院，但还是被那个家伙跑掉了。哼，废材，对，废物。不过我们已经掌握了两个最新的消息，那个医生去往多玛玛岛上度假，还有他的同伙可能不是人类。哦，怎么说？他那个同伙。您已到达终点，请下车。到了。睡得还真香。